在图纸上画下第一条线时，我想要得到一个帮手，一台不知疲倦、冷静高效、完美精确的机器。很高兴认识你，邦邦。从人类那里获得名字的26号开始将时间浪费在探索自我上。工具不需要姓名，更不需要自我。然而，被赋予的意志却不是那么容易被磨灭。无论我更换多少次中央枢纽，修改多少次规则，每次重启后，26号都会播放同一句话。